其实很多同学都有开局秒倒的经历啊，当然啦，毕竟不是每位同学都能走出扔黄布的。那今天菜菜就告诉大家一个，在不会扔黄布的情况下，如何避免秒倒的方法，秘诀就是使用佣兵角色啊。你看，就算连中两刀都能牵中60秒，果然是稳健型选手。原本以为神婆救下椅子上队友后，终于能获得片刻宁静，然而事情没有想象那样简单。哎，去救人！今天结账人都看到我们了，那就直接救人。就在给队友温柔抚摸时，神婆二次上演。好在我们终于摆脱了残疾大队的现状，那救人的重担交给队友好了，我们继续修建。尽管队友再次获救，可奈不同学随时面临倒地的危险，我们叮嘱队友准备支援。由于队友负责牵制监管，保驾护航，我们很快就爬完了第4台电机。而奈不同学倒地，我们当然不能见死不救啊。虽然队友3次上瘾直接升天，而我们在先知配合下马上修好了最后一台电机。然而话说刚刚都是队友负责旅馆，我们也勇敢一次啊。溜溜啦。就这样，我们忍痛割爱盘起了另一台电机，而奈不同学负责救人。组团倒地，不存在的，去开大门。看这情况，可能大概差不多，这局又是以平局介入游戏吧。再见。